乘坐那个去看十二门徒岩石的直升机。是的 ，Twelve Apostles。你看这个时候我很安静，你知道吗？因为我很怕高。对，十分。你知道吗？就算是搭那个什么 lift 啊，爬到很高啊，就五楼啊，我就很怕，我看下去我都不敢看。你现在有一个机会给你，好，因为我们三个人有其中一个人是没得上去的。哦，没得上去啊，好哎，但是不是因为你恐惧高你就可以没得上去？我们要决定用猜拳。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啊耶！其实我也是很想上去，因为我没有坐过那个直升机嘛，我很想那个尝试那个感觉的，因为你扣他的那个心情比我更兴奋的，我要！剪刀石头布，结果已经出来了耶！啊，我要上了！我要上！那再一次，好了，再一次啦！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哈哈哈哈哈！为什么？又算了，给他最后一次啊，马真。好，有坚持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啊耶！就赢了，没有什么很光荣的感觉。所以呢，把机会让给你了。你看，我靠，我坚持。OK OK， 耶！加分加分，叮叮叮。要讲了啦，你们的 helicopter 来了啦，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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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我坐在前面那个位置，原本我可以 selfie 啊，原本我可以飞上去了，想坐在这里，没关系。什么感受你知道吗？毕竟我本人坐在这边，然后我看了很多架直升机飞上飞下飞上飞下的，然后那心情很忐忑你知道吗？刚刚我觉得眼前看到的景象真的是 unbelievable incredible amazing best view。 你们以为在做旅游节目啊？这一生人来这一趟就是没有错了。对，真的，这个是真的棒的一个回忆。这样要好好的感谢你，让我们这两个 lady。讲一下那感受，讲一下那感受。我只能说真的是没有办法，你那一刻真的是被震撼住，你知道吗？就是嘴巴震撼，嘴巴张大大，眼睛开大大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想象说自己可以这么高的角度去看十二门徒岩石。不过刚才你们去看的时候，我有在看。你怎么看？在看 Google。OK， 你继续 massage， 拜拜。七早八早，本来可以在睡觉，起床的那刻，真的想尖叫。懒洋洋的我们心情很糟糕，不要问我早餐好不好，这就是我的早餐，这就是我的早餐。三个人在岩石上抱在一起，从来没有想过如此那么亲密，你我他一份早餐，用尽力气一起等待蛋黄的升起。
我很久没有这么早起身了，也从来没有这么早去等待日出，你知道吗？对，听说这里的那个日出的时刻非常的漂亮，然后要等待那个阳光洒在这些很巨大很壮观的岩石上的那一刻。 But 今天看不见，虽然有一点点小遗憾，可是还是很漂亮，因为我们从它天黑的时候天微亮，然后看见慢慢越来越清晰，然后听着海浪声，我觉得也是很舒服。真的很喜欢海边，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从小长大在瓜登加楼嘛，都是靠海嘛，所以每次来到海边的时候，我特别的想念家乡，想念家人，或者想念朋友。其实之前要来到这个 Bay of Martyrs 的时候，我又上网就是搜索了一些照片啊，其实光看照片你就觉得非常的浩瀚，很壮观。我一直觉得我自己跟大自然是比较缺乏缘分的，但是刚刚一来到这里的时候，我首先是先被这样子的场面先震撼住了。过一阵子的时候，当我一个人在那边，我会放空。当你自己真的是身处在这一片大海的面前的时候，你哇，顿时你会爱上这一片海洋。那个海浪一层一层的堆叠过来，我总觉得它好像在冲洗掉我来这趟旅程之前的一些不安。这一趟旅程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来的。刚才我有看到一个资料，他讲说这边走下去可以直走33 km。重点是现在 Australia 啦，刚刚要步入冬季，所以现在是比较凉凉冷冷的。那我们来猜拳。猜拳，然后输的要下去。OK， 我不怕，来。One, two, just。妈！哎哎，不是三个人吗？我输决定吗？现在哦，哎，输你按下去，来，来 ，one two three， 哇！哎，中，男人愿赌服输，敢做敢当。哎，我感受一下啊，你看，冲上来了，快点！哎，我跟你们讲。你们没有试过这个，你们一定是后悔一辈子啊！我踏过澳大利亚的海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指定的动作，比最好笑、最特别、最搞怪。OK， 我先跳一个舞啊！嘿嘿嘿 ，Call me。这是老人与海的感觉吗？怎样？我很坦白讲啦，我觉得我的没有很好笑啦。我觉得我的还蛮不错的，就是很顺畅。走开！走开！我觉得明明很高兴，是扮美美的。因为就是没有搞笑，一定要是扮丑的、丑脸的啊。输的人要有惩罚哎。现在写小成绩。哦，现在是有一种节奏。投票来，3、2、1。不知道，没关系，我愿赌服输。来，要惩罚什么？猪的惩罚是帮我们洗鞋，很好，我的袜子湿了。不可惜，我已经 check 到那个接下来我们要入住的地方有洗衣机，我们多了一个嘎嘎。走了，我不知道呀。我来到了这里。One, two, three, four。夏天冲浪去，冬天看鲸鱼，然后
去灯塔看风景，风景很美丽，人也很美丽，你也很顺心。Oh, so happy。这里挺舒服的，只有在那种看电影的时候，你才会看到，哎呦，有这样的一个灯塔。就是你知道它的名字是讲来源的吗？就是 Port Ferry， 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一个游艇上有很多的水手是负责在这个 area 然后捕抓鲸鱼的，然后一直到某一段时间的时候，鲸鱼再也捕捉不到鲸鱼了，所以就是被抓完了。不是抓完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迁走了。可是很奇妙的是，在150年之后呢，他们再次看见鲸鱼在这边出现，所以就感觉像是鲸鱼再回到这一个老家。对，你不觉得就好像我们自己从外婆然后去柬埔寨工作，那种心情是一样的，就是可能很久很久没有回去，到家还是最好的。这边的那种建筑物就很有那种英式城堡的感觉，就感觉像这边可以拍很多张 OOTD。 我们其实今天来这里是要见一个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然后他已经移民到这里41年了。其实他有两家餐馆，那我们去是去其中一间。对，一讲丑丑丑丑就到了。Hello， Hello， Welcome。 哇，很有型哦，有型哦。冇咁講啦，真係嘅，真係嘅。歡迎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喂 ，Where's the door 啊 ？Door 在這邊 ，Door。OK OK OK。Welcome to Crimper。Nice nice nice。哇 ，Crimper 就係曼孫嘅第一間咖啡係嘛？第一間係啱。哇！我介紹我哋啊，喺日本嚟嘅，不過係。哦，嗨哟，耶，嗨哟，我是王尼科莱，你好啊，我们要进去是吗 ？Can we learn how to do the yes? Let's go. Come in. 我第一次要拉花哎，来啦，棒棒棒，你。哦，我了，你不要拉到不好没有，因为你是尼科莱，尼科莱，尼科莱 ，OK。佢係識嘅做歌噶，喺度呃我。誒，這個鮮辣花的最高境界，你完全看不到花，冇花成有花。我剛剛注意到他手指是用只有兩根指頭握着的，那個內功會不一樣。哎，有一點點咧。有誒。哦。十個花。Yes， 我知道像什麼了。像什麼？請看我的衣服。仙人掌。好，到你了 ，Yes， 成功。你看他的手势，那你看，他也是很有那种我们马来西亚的味道。哎，有哎，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啦。你看什么？卧虎藏龙，有点乱乱，然后里面藏很多东西，不容易。Yeah， very good。原来插花是一门艺术来的，真的真的真的。呢间铺都系你自己设计噶？系啊。但係間鋪咧，我好 lucky， 因為實在我自己冇咩使設計，間鋪咧係自己本身嚟咧已經係有咁嘅形象，嚇咁有 feel 咗，係保留嗰啲舊樓啊、啲舊物業啊、啲舊 structure， 好似嗰部 lift 咁啊，嗰部 lift 係舊陣時個 lift 喺角落頭嗰度，我攞出嚟有成100年㗎啦，100年嘅 lift。好啦。我哋而家飲完咖啡咧，我哋下一個節目咧就係我帶你去欣賞下 Melbourne 啲architecture。好啊好啊！好啊，我哋嚟分下個腳咁啊。OK。Let's go。今日我哋頭一個地方咧就係我哋去 Melbourne 嘅好老嘅有成100年嘅圖書館。呢度我先先嚟嗰陣時就冇人嘅呢啲地方，而家咧就好多學生。你睇下坐喺度啊，好多都係唔係本地人，我哋依度入。好好。嗯 ，OK。呢個設計好特別啊。係，呢啲冚唪唥係卡出嚟嘅，係大石咁樣嚟卡出嚟，一嚿嚿抽卡出嚟砌落去嘅。嗯。嗯，感覺好好啊，我覺得好像在這邊念書很有氣質。穿梭在新与旧的墨尔本城市里，曼孙先生可说是对这里的建筑了如指掌。看着他在欣赏一座座建筑的刹那，原来热爱这件事可以变得很简单。
你都好似 hip hop 街啊 ！Yo yo yo， come on， put your hands up， yo， we want to dance， yo。你都好似做戏咁啊！你睇那个歌好像死的，死累了。呢间 building 赢过好多 architect 嘅奖嘅，叫做 Monaco House。我覺得佢好特別，佢設計到佢用嗰啲 detail 啊，嗰啲靈光嗰啲，重點是鐵嚟嘅，啊，對呀，個 material 鐵，它那種不規則的那種形狀，對，因為通常那種 building 就是直直的長方形，直直的，對，這樣子，對。我们在 Crimper 喝的咖啡就是 South American Coffee Bean， 现在去喝另外一个咖啡，意大利的咖啡，叫 Pellegrini。A short black for me, please。哇，哇，不错哎，够够浓，够浓，够浓。四十几年你喺度，你其实系你对屋企系咩感觉，同埋对 Melbourne 又系一个点样嘅情意结咧？完全唔同嘅，屋企系。永遠喺個擺喺個心度頭腦度，依度咧係另外一個生活，依度係我自己嘅 life。所以他很願意和我們這些後輩去分享，說他以前那個年代多麼的不容易，要放下一切離鄉背景，一個人來到一個很陌生的城市。他的那份堅持還有熱愛，讓他今天真的能夠實現他的夢想，然後繼續去過他自己想要的那個生活。凉凉的天气，骑着单车游走在墨尔本的市区里，真的好写意哦。想要收看全景观我们单车游360的画面，就马上登入以下的网站吧。好舒服哦，在国外骑脚踏车真的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事情。不止不止不止，我现在心情是很紧张的，因为我们在墨尔本的最高处 Eureka Sky Deck 88楼，但是这边好处是我们可以360度观看整个墨尔本的那个景色，全景，对，全景，对，它会有一个玻璃箱，你知道吗？看到是一个很普通的箱子，对，然后就只是会移动，然后瞬间整个箱子会变透明，从头到脚到你左右都是透明的。你们不怕高啊？我还 OK， 我其实怕高的，可是我就更加喜欢这种刺激。然后我们一定要带观众朋友去看到底这个360度的全景到底有多漂亮。那这样子拉进去，我们来教大家怎样 selfie， 你要跟那个景色，还要自己，还有那个整个环境一起在里面。Let's go， I'm not ready， I'm scared， 我很紧张。好 ，I'm not ready。干嘛？很逊。No worry， 不要被这种营销骗，我觉得他就是在骗我们的。可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在行动了。有吗？有吗？完了！你干嘛拿这？我怕，我真的很怕，我真的很怕。我帮你。我真的很怕，我不是开玩笑。我是一个男人，但是我还是怕高，我的脸很丑吧？完蛋！我心脏有点加速哎，这个心跳很快，现在。哎呀，还好啦。哇！很高。好漂亮，是还好的。其实是还好的，真的，你看下去是很安全的，真的是。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有这个铁帮助了我。如果它是完全是玻璃整块啊，我跟你讲，我一定赖尿了，我一定小便的。很漂亮，我觉得你把那个焦点放在那个风景，你就会觉得哇，好棒哦那边。这样子 OK， 这样子 OK。是。真正很漂亮哎，整个景，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了。我真的很怕。You can be stronger, you can be higher. 我们都在你身边帮你加油耶！ Yeah. 我们一起见证这一切。重点是，你看下面完全是透明的，真的很高啊。现在是要来一个 challenge 啊，那个我们要这样把自己拍得好看。OK， 各自是吧？首先呢，要把自己拍得好看，背景就要美。这边我觉得不错了，是这样。然后外面
然后我的是个右侧比较好看的，因为比较尖，然后顺便比一个 victory 的手势，让自己看起来再更显瘦一点，然后来一个嘟嘴的姿势，更瘦，然后更可爱。嗯，搞定。那我想挑战不一样了，可是我很怕，我还是看下面，我还是会有点怕。我要躺。哇哇哇哇哇！哎，这一次墨尔本大突破。OK， 这个人。OK， 我觉得自拍的诀窍就是，你一定要先 focus 一个地方，然后让它的颜色就是不会走掉。人呢，我觉得不需要太多，因为我觉得大概半边脸就觉得哎有点瘦。现在旅客最爱的，亲他。OK， 好了。本来我是觉得很怕的，然后出来之后就觉得 OK， 是因为，可能你知道是安全的，只是那一个心理作用你要去克服。然后现在呢，也成功，然后也跟这个景自拍了，冒险成功。Ooh.